台南县市合并是历史上非常特殊的一刻。那今天府城新村也是非常特殊的一天，因为我们将历史的故事啊跟我们生活在这里所创造出来的故事把它结合。 让 RND 或是 DNR 的夫妻，也就是现世联婚的夫妻，重温他们的美梦，能够在爱情的圣地义载京城展开今天的庆祝活动。我们似乎也给他们非常温暖、非常丰富的很多的奖品跟优待。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有特色，也非常有人情味、令人忘怀的一个文化观光活动。OK。